母桃湖受阳光孵出女性蛋，此蛋与男性灵魂结婚，生下一个女人，女人与百步蛇结婚，生下两个男孩。湖生，它跟排湾族的这个传说有关，那我觉得它非常的有趣，然后也延续了这个希拉雅这个母亲抱着小孩的这个孕育的概念，就微调啊，那这个就是创作有趣的地方啊。因为如果说你刚开始就已经知道要怎么做，到最后那就不好玩。玫瑰花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尤其是女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基本上她都对她有存有美好的幻想。那尤其是在小说里面，在电视剧里面，总是期待男主角可以送来玫瑰花。可是玫瑰花它是有刺的，而且当它盛开之后，其实它很快就会凋谢。所以事实上可以去呼应到我们现实状态中的一些情感的故事。我发现面膜这个媒材非常有趣哦，所以我把它一个个衔接起来，我觉得它很像细胞壁、细胞组织的感觉，但是又有可以表达一些表情。因为我用面膜做成花朵的形象，从花苞到慢慢盛开到凋零，整个花开到凋零的一个过程，其实我是在探讨生命的一个循环或轮回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在画每一个女性的时候，不管是她的眼神、他的一个态度，还有他一个手势的一个小动作，事实上都代表一些不安跟焦虑。慢慢的发现，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事实上父权主义，很多女性是比较没有自主的一个空间。那你无形中会把你的潜意识的一个想法表现在你的作品上面。身份认同、文化差异与性别议题为主题发展相关系列作品，特别是探讨东方女性的处境，从小就被制约教化，柔顺谦让是美德。我试着透过醒思自觉、影射手法与反转挑战，因而产出了压抑与释放的一系列作品。这个动画的作品啊，其实它的创作来源就是我在平时作品当中有一些拼贴的小算是小改造。那这个拼贴的主角大部分就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哦，那因为小时候，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选小时候的照片，其实应该是说我对于长大的世界有一种幻灭的感觉吧。所以小时候有一些很调皮的样子，我觉得就很像我在面对现实世界，然后其实自己私底下会有一些很调皮的那种样貌。其实我的作品一直以来关注的是农村跟工厂里面的中下阶级的一些劳动阶层的人。那很多时刻大家是用以物易物的精神，就是其实所谓的一些法规条文，或者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这种货币的理解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大程度不同。借由这种真实的情感交流，然后去信任一个人，我觉得那是一个最纯粹真实的一种人性最高的状态。我们人与人的相处，人跟外界的这样子心灵的连结，其实也是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所以我用这样子的一个心之声的造型，就希望说能够呈现我们从实体到这个人际关系整个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你知道全世界各地有很多很多的女性，在她的空间里面隐藏着秘密，
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这就是我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让我讶异的事实。我觉得女性要透过大量的阅读，并且以文化艺术来熏陶自己的心灵。The project was initially inspired by the forms of the boats called cascos. Cascos are home as well as boats that run along the river. To me, they resembled our Japanese-influenced local wooden clog slippers called bakya. A few photographs also had half-naked women posing, clearly taken with a colonial gaze. The project connecting with the idea of gender as well. What were women's roles within the society of the colonial territory?我想诠释夏娃克隆其实早就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知道神创夏娃，那人用科技来想用，不管是复制基因或者是说用科技的手法，包含混种啊或是基因改造的模式，想创造另外一个夏娃。从一个圣经的角度讨论神对于这个人所创造的这个产物的结局，也就是到最后被神打碎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作品提出了一个反思，人的欲望绝对不要自以为能够改造神所创造的，不管是大自然或是神所创造的人类，付出的结果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因为这几年的环保议题、全球暖化的新闻一直不断的出现，然后让我感受到就是很强烈的就是地球的危机。在这件作品里面加入我个人的想象，就是用羊毛毡，然后这个非常温暖的材质，但是却来用来表现一个非常冰冷的一个地形地貌。这样新加坡的普拉乌饼在乌明岛，那完全是你的一些平常你在城市被蒙蔽的一些感官，你在那个岛上你感觉哎，你慢慢的开了，所以在那个环境下我就想要做一件很自然的作品。岛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自然的种子啊，有机媒材啊，然后也非常多种。那我想说，那我在台湾我也想来再来做一件。这次用的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布轮，所以它其实本身有很大很一个厚度，然后它是长条状的，然后拆解出来环绕，所以我组合了正反两面的意象去传达那个礁石好像又危险又美丽，然后充满了很多的暗喻，这样子的感觉。它从潮间带延伸出来到更接近海一点的那个充满了礁石的感受。因为线材的可塑性很高，能表现丰富细腻的质感，希望作品中蕴藏着生机律动，像在海岸感受到瞬间浪潮，蕴藏的能量在内在空间流动，自然的呼吸。作品里每个物件独立又可以彼此依存。你知道每天的情绪，每天的日常生活流水账等等，透过转换的二元的方式到达彼此的生命中。而特别是我的母亲，每天会固定照三餐的送来重复的贴图问我，你今天好吗？你在干嘛？吃饭了没？一人孤单寂寞的时候，尤其在异地，那种感觉就是会得到母亲的讯息，就好比是吃了一桌满满的热腾腾的家常菜，得到稍稍的满足。所以我想要了解的是说，女性与关怀这份工作的连结，然后同时之间这个关怀是如何可以被当成是一种女性的科技。这一系列叫做彼岸，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火痕嘛，这个就是我特别去实验出来的一个火痕。就有时候我觉得技术是要浮应于你的概念，就是你不要被技术牵着走。所以这个火痕，因为其实这一系列算是纪念我的妈妈，那她就是就有时候我们画东西是要去跟人家讲话，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概就是这个的概念，对。那包括就是说这里面也实验出一些破片的感觉，对，我觉得去火化之后那个破片你要去组合回来然后再去回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己在理这个情绪的状态，嗯。其实就一个创作者，他就一直在探索自己，然后我探索自己的方法就是用创作的方式这样子，然后有些时期我可能是针对就是族群认同，然后族群认同的模糊，然后有一些时期可能是针对于就是社会价值在就是赋予女生的一些包袱或什么的，然后有一些时期可能就是身为母亲之后就是变成一个母亲，然后就是一个母亲跟一个单身的人的角色怎么转换这样子，所以我常常觉得我的作品很像是在帮自己算命，就是作品很诚实，像我现在可以朗朗上口说，哎，我哪个时期是什么什么问题，那是因为我有创作。比方说像我小时候，我妈妈她就有好多的这个食品，然后还有饮食文学，出国去驻村的时候离开家很远，那时候我带了一本妈妈的食谱，然后在很远的这个异乡想要做一道菜的时候做不出来，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哦，原来这个叫做乡愁。我想大家都知道牛肉面，它就是可以说是台湾的国面，这样。那牛肉面之所以会形成的原因，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整个族群融合还有迁徙的这个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个议题它是到最后呈现的时候它有一种超越性别的这种可能。那所谓超越性别的这个可能是说我们可以从女性的这个力量去学习到什么，